主耶稣话都系将饮食眼供应交托喺主嘅手中，主啊都系感谢主，保守我哋过去嘅一个礼拜都有平安，感谢主，求主圣灵与我哋同在，带引我哋，都能够系可以，听主嘅话语，主啊，求你系俾阿 David 佢有聪明智慧，都能够将主嘅话语带出嚟，使听嘅人都能够明白。都是一切荣耀归俾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我哋而家开始。系。听唔听到？睇到，睇到。今日嗰、那个主题咧就系、是、扮灭霸。扮灭霸咧就系 in the wilderness 喺旷野嗰度扮灭霸，咁咧就英文名就系民数记，咁咧时间咧就系、是、今日系5月13号，公主历2021年，成系星期四晚，感谢主。咁咧根据如果根据圣经嘅日子咧，即系用希伯来话嘅希伯来字嘅嗰个 calendar 咧，5月16号咧就正式咧就系、是、五旬节，即系呢个星期日。呢、这个星期日系根据圣经，但系通常教会咧就迟一个，有、well, 呢、这个今年咧佢哋迟一个星期，即系佢哋因为佢哋用西历，西历成日都尾嗰啲，所以嗰啲要。You know,个时间唔系咁准，不 anyway 我哋感谢主。also 咧，以色列国咧就喺1948年嘅5月15号咧就系、是、独立，但系佢哋又唔系守嗰个以色列即系嘅5月15号嘅，佢哋就守翻佢希伯来 Hebrew 嗰、那个calendar， 即系佢用翻佢哋自己阴历嘅，所以咧就唔同日子。但系如果跟西历咧，就系5月15号，系，所以佢有两个，系。咁啊 ，well， 巴米巴，巴米巴就系解做 in the wilderness。咁咧，佢哋喺民数记嗰度记载咧，佢哋有喺嗰度有成39年、40年嘅日子，系喺个旷野嗰度。系咁咧，就呢、這个我哋拣呢啲经文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呢个周末，即系佢哋嘅安息日咧，就系佢哋去犹太人去佢哋啲会堂啊，或者系上 Zoom 啊，佢哋咧就系、是、读就头嗰四章民数记四章一第一章二三四，再加喺啊书里面有一章。然之后咧，呢个我 copy 呢个咧就系、是、佢哋系话信耶稣嘅犹太人，咁啊加埋马太咁样，系，咁啊 ，so ba mit ba 咧 means actually in the wilderness， 所以咧佢哋唔系用即系譬如佢英文或者中文咧就系、是、民数记，系、right? ，咁咧，但系咧就系、是、原本个犹太文咧，佢哋自己嘅俾个 title 咧就话 in the wilderness， 即系换之民数记嘅，其实就系讲日嗰啲日子，嗰啲喺旷野嘅日子。OK， 咁佢咁讲啦。咁咧就既然系讲民数记咧，咁咧我哋咧就。即系 focus 咧，就系又讲翻就 actually 早一两个星期，我哋都有讲好得意嘅，就民数记里面咧就讲有啲嘢关于西缅嗰一族，西缅嗰一族，咁咧同咧就利未 ，OK 就同喺嗰个时代有关啦。当然啦，又同我哋今年同埋旧年发生啲嘢有关。不如请你读啊！民数记咧就系、是、第一章咧就喺、是、有三节咧就喺、是、左边。好啊。民数记第一章第23节，
西面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第二十五节，加德子孙的后代，照着加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5,650名。第二十七节，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加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74,600名。Amen。OK， 系咁咧，然之后右边咧就系唔系第一章啦，就系26章，即系换之佢有两个人口统计，起码系。咁咧呢个咧就系喺右边嘅，啊，请你读。系民数记26章14节，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200名。跟住26章18节，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第22节，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名。嗯，诶 ，OK， 咁咧，你睇到一样嘢咧，就哇，系好得意喎。西面咧，即系呢两个数嘅。原来即系个人口统计咧，西面少咗好多人，即系换之由第一章 whatever happened， 由第一章至到26章咧 ，something happened，西面咧有一半人冇咗，即系讲嗰啲系佢跟翻咁样数啊，即系佢虽然个字眼唔系咁讲，但系其实即系原来佢 basically 系咁数，即系数咧就系20岁以上。能够打仗嘅，系咁咧就可以，即系就可以数咁咧。咁然之后咧就加德咧都少咗少少，但系冇西面咁伤。西面咧就差唔多大半冇咗。本来西面咧一个大族嚟嘅，即系同59,000啊，同最大嗰个犹大族咧比起嚟咧，佢即系都唔差。犹大咧就74,000，西面就59,000，但系而家咧当堂缩咗水啦。面咧到咗26章之后咧，冇咗一半之后咧，佢哋就变咗西面就变咗少数民族。仲少过加德。系加德已经少噶啦，但系佢哇仲少，但系加德咧佢都有伤损。但系咧就唔系好似西面咁啊咁论尽。是呢个系有数灵意思嘅，即系唔系话哦圣经摆喺度啊，大家讲下啦，佢等嗰啲圣经学家喺度即系估估下咁啊。yeah, you know, it's a sad thing, but it's, 呢个西面咧就系有个好大问题，呢个西面族。西面嘅，因为十二个支派咧，即系换之咧，佢突然咧有一族系。咁咧就係中間咧就係咩時候發生咧？我相信咧就係同呢個第25章有關，因為咧我哋之前講過，不過即係 anyway 都請你再讀，就係25章。係，民數記25章5至29節。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比尔联合的，你们各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
晋亭子女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穿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瘟疫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第25:13-18，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忌邪的心，给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鲁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领袖。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素尔的女儿，这素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Amen. Okay. Well, you know, 呢件事系喺3500年前，咁咧就系摩西去带嗰啲以色列人去迦南地，未到，差唔多系喺最尾嗰个日子嗰度，即系摩西仲未死，但系摩西入唔到迦南地，又要等约书亚入，但系佢嗰时仍然系in charge。系。咁咧就喺呢个集亭呢个地方，集亭咧就系、是、最后嗰个 campground 咁样。咁咧就 apparently 咧就有呢件事发生，就咩事咧？即系个 summary 咧就系话西缅族嗰个有个王子，有个首领，系同咧米甸嘅一个公主咧就系、是、结合，咁咧就呢件事咧 ，apparently 咧就係好大好大件事，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当时係有个瘟疫，个瘟疫咧就係因为咧，即係 ，you know， 主係喺呢件事上咧唔喜悦，因为咧佢话係米甸咧就係、是、要诱惑，用诡计诱惑，係以致到咧个瘟疫临到以色列嘅营里面。是就当那两个一个王子一个公主被杀之后呢，那个瘟疫呢就停了，但呢已经有24000人死。OK， 咁即係个故事就係咁样。咁呢就当然呢我哋讲话呢件事西面同埋米甸呢就代表一啲嘢嘅。咁就代表咩呢？因为呢我哋呢就係、是咁咧就係代表咩咧？咁讲，咁咧就係代表即係我哋知道咧，就係西面咧就係、是、就代表律法。系因为咧嗰、那个西面呢个字咧，就係、是、佢每日even 而家啲犹太人每日念早祷嘅时候咧，佢哋第一个字咧就是、全妈咧就係、是、same spelling 就是西面。咁咧。咁就话咩呢？讲话米甸系代表咩？米甸呢就代表即系 outside 神嘅话嘅，原来即系嗰啲啲宗教信仰。即系换之呢，当系有信徒或者系犹太人，佢哋呢就将嗰啲系律即系神嘅话沟埋世上世人啲话。即系呢将佢系然后即系变咗 mutate， 即系唔系完全神嘅话，而系咧佢将佢两个结合，
就好似两个种族系结合咁。嗱，当然啦，即系呢个咧就系旧约嘅审判。啊，唔系话主嘅意思，唔系话，尤其是我哋新约咧，唔再有话唔准两个种族结合呢个问题。嗯，嗰个系，但系嗰个咧就喺当时，佢咧就系米甸人咧就系专登咧行咗几百里。佢就成个总差唔多系五个皇帝带咗好大堆人，就系、是、为呢件事咧要同佢哋沟合。嗯，所以咧神咧主咧就话咧要系要即系打击击杀佢哋。嗯，即系后来咧就话要击杀嗰啲米甸人。咁我哋知道呢件事咧，甚至咧就系到啊主系啊话摩西你死之前一定要做呢件事。嗯，即系换之好 serious， 就话要击杀嗰啲米甸人。OK， 嗯，系啊。咁咧就呢件事咁啊，同我哋有咩拉楞咧？我讲你听，就话咧啊，啱啱咧就系、是、上两个星期咧就有个叫做啊犹太人佢哋系啊首个叫做啊 Nick 啊奥啊 Bomb 啊 Nick Bomb 啊，即系嗰个咧就系喺啊。原来啊，嗰个 fresh food 嗰个节日咧，数33日，嗯，有个叫 Nick Bomb 啊，即系我唔知唔得边事，嗯，呀，咁咧就 Nick Bomb 咧，啊，系啊 very serious， 因为咧就原来 that time 咧就系佢哋去 Mount Meron 嗰度咧就系、是、啊敬拜佢哋嗰啲旧拉比，系。咁呢件事呢就係、是、上咗新聞，因為點解呢就係、是、有成啊200,000嘅虔誠嘅猶太人佢哋呢就去呢個地方啊就去 Mount Meron 嗰度，然之后呢佢哋呢就因為咁緣故呢就係、是、有成啊起碼50個人係啊就係、是、stampede 嘅時候呢就即係壓死咗。哎呀。呀！呢件事喺新聞嗰度好頭條新聞，好大件事喎、啊，好大件事嘅，係喺以色列嗰度係頭條新聞。嗯、但係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啊，即係地方佢哋因為唔知個內容同埋內容對嘛。嗯。咁啊，點解佢哋要走去 Mount Meron 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咧就話，哦，佢哋要紀念啲誒喺第二世紀嘅時候咧，就有一班嘅人咧。又是24,000人，嗯，同民族记一样，是有24,000个人咧死咗，系就系佢哋好虔诚嘅有啊嗰啲 scholar， 系啊咁咧就呢件事咧，其实咧就系、是、我相信系主咧就系、是、意思话咧，佢哋当人咧系将圣经即系、就是、神嘅话语咧就沟埋咧嗰啲人嘅 commentary。嗯，就呢件事咧就 become very serious。嗯，系啊，呢个咧就系 Nick Farmer 嘅古仔。啊，让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望一望啊。嗯，嗱，呢个咧就系、是、in fact 系两个星期前，个星期前啊，睇唔睇到？就系、是、4月29日，咁就即系两个星期，因为今日十三。咁咧就系点咧？两个星期前咧就系咩咧？就系33日，就离开嗰个啊复活节咧，我哋叫 first fruit， 就系 the Holy Three Day。咁咧，所以咧今日咧就系、是、加两个星期咧，就系、是、4日7日。咁咧再加多3日咧，就系、是、50咧就唔准节。系啊，所以你可以咁样数，即系。如果你跟翻嘅时候咧，就系、是、咁样。咁啊 ，Nick Bomber 个古仔咧就系讲咧，佢哋咧就系、是、要整啲 bonfire 啦，然之后咧就纪念一件事啊。嗰件事咧就系话咧，啊，佢哋纪念咧就系、是、有一个啊，佢哋好虔诚嘅啊，有诶嗰啲拉比咧就系、是、喺葬喺个 Mount Meron 上个 Mount Meron 嗰度。咁咧就系点咧？佢系个边个嘅学生嚟嘅？系识人，就系阿 Kiva 嘅学生。咁阿 Kiva 咧就原来咧喺嗰一日就有24,000个学生死咗，系咪？哇，咁犀利！24,000，咁啊即系话，哇，
佢呢件事即係好似主唔喜悦，係主唔喜悦。嗱 ，OK， 即係我呢個係好 respectful 嚟講，即係佢哋每個人有自己有權自己信嘅宗教。但係如果你係根據係主嘅話咧，係喺林民數記嗰個講話二萬四千人死，後來咧就好似呢度咁預言咧，就有二萬四千學生死。咁啊，佢點解啲二萬四千學生有問題咧？因為咧，佢哋嘅鼓吹咧就係攞後來咧就係嗰、那個撞喺 Mount Moron 嗰個拉比咧，佢咧就發明咗咧就係話咧就出一個叫做有本叫《Talmud》，嗰個《Talmud》咧而家仍然都用，就係佢哋嘅聖書。佢哋就甚至咧就係每日咧嗰啲學生咧而家都係。就係、是、咧，就係唔係讀聖經，每日咧，即係唔係研究聖經，而係研究個抄。即係話換之咧，佢哋話信舊約嘅神，但係咧 ，at the same time 咧，佢哋就係攞本 Bible commentary 咧，就當作係 Bible。即係攞咗人嘅話咧，當作 God's word。即係咧，所以咧嘅 ，seems like 咧，佢哋係啲2000年咧。由第二世紀到而家咧，佢哋成日咧就有好多啲遭遇，啲遭遇好唔好嘅。咁咧就係咩時候咧？就係、是、當佢哋係鼓吹係抄密嘅時候咧，鼓吹啊佢哋用人嘅書咧就當咗係神嘅話，係就係、是、呢件事咧就即係好怪，不過咧就係、是、我哋需要講，因為我哋信耶穌。啊，他们里面亦都系讲好多嘢咧，就系、是、对耶稣唔系好客气，因为佢话耶稣系假先知啊，同埋而家系耶稣喺地狱。咁咧就对圣胎咧，亦都系因为咁缘故咧，受灭收咧就犹太人佢哋话因为佢哋嘅信仰唔同啦，佢哋无知，咁咧佢哋咧就好多时咧就用根据他们嘅教咧，就系、是、咒嗰啲基督。咁咧，佢哋系好尝试啊咁做，即系但系咧，我相信咧，主其实爱佢哋，想救佢哋啊。Anytime 主 anyway 都系救佢哋出嚟，但系都因为佢哋系信呢样嘢咧。呢个就系嗰个 Mount Moron， 就系 Mount Moron。系咪就系就两个星期前咧就出咗啲件事。系 OK， 我哋讲咗就呢个咧，我哋继续啊。系，咁咧，正话咧就系、是、讲西面嘅问题。西面咧就 also 咧就系、是、有好大嘅其他问题嘅，即系咧，我点咁讲咧？就话西面咧喺后来嘅日子里面咧，就系、是、譬如好似系西面喺问喺摩西。臨死之前咧，佢個 blessing 咧冇西面族，咁咧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件事，因為我都係 learn that 啊 ，only reason， 咁所以咧西面係的確好論盡，因為點解西面？因為代表律法，咁啊尤其是喺新約嘅聖經裡面咧，就律法咧嗰啲人係守律法嘅咧，就 also 係 get 個律法嘅咒詛，咁所以 not good， 咁咧。咁咧就係、是、嗱，譬如好似我哋睇咧，就喺《生命記》，《生命記》咧就喺、是、即係最尾嗰本書啦，即係摩西嘅五經嗰度咧，最尾嗰本書咧，咁咧就係喺就係33章呢度咧就讲下摩西嘅 final blessing， 听唔听到？系有系。摩西嘅 final blessing 咧，咁咧我就我哋就 anyway 咧，简单啲讲咧，就系话咧，佢有提到11个支派嘅名，又有其他由犹大啊 ，even 利未都有提。即系但系咧。就之后咧，就系、是、你如果揾西面冇佢份，咁即系话换之咧，呢个系有属灵嘅意思嘅，就话咧、
换言之咧，喺呢一章里面咧，佢话祝福晒所有以色列人，即系换言之咧，嗰啲西缅族咧，嗯，因为佢哋原来代表律法，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 spiritual lesson， 系就系冇份，大家可以自己翻去慢慢读，自己系攞你本圣经即系。祝福字句嗰啲 check 啦，就系喺《生命记》第33章第一节至到尾，冇西面粉。系 ，OK， 咁啊，即系如果嗰啲教会啊，或者嗰啲宗派啊，啊，佢哋唔要摆嗰个十戒咧，门口人间咧又话要人系守十戒咧，佢哋咧就屙数咧就系、是。系 risk 咧，就系冇祝福。嗯，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是，哇！喺呢件事好论尽喎，喂，系吓，因为点解咧？我哋讲咗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咧，我哋已经知道啦，就话咧、当系嗰啲宗教国家咧，佢哋仍然系高举十戒嘅，唔系十戒。佢哋话信耶稣，但系咧佢哋走翻去守旧约。嗯，守咩旧约咧？即系咧，所有啲宗教国家咧，就呢个系我冇办法而家揾翻最 latest 嘅，因为 latest 呢个咧就系4月25号咧，佢哋就停咗。嗯，啊，4月25号，但系 anyway 都差唔多，就系睇到头嗰十个国家咧，全部就系 either 喺美洲，我咧喺欧洲，加埋印度，咁样讲，土耳其，即系话换之，呢啲全部都是宗教国家，系印度啊，佢哋有印度教啦，土耳其就有回教啦，呢头十名咧都系宗教国家，其他嗰啲咧有好多系天主教啦，但系亦都有好多系基督教，系咁咧，所以咧即系话，哦，原来即系换之宗教第一样嘢，我哋而家已经好清楚，就话咧唔能够救人。当佢哋高举宗教嘅时候咧，佢话我系咩派？咩宗派或者咩教会，然后即系咧，佢哋谂住教会可以救人，但系教会救唔到人，因为我哋信嘅系耶稣，系佢哋信嘅系耶稣基督，唔系信基督教或天主教咁样。所以咧，你睇到咧就系、是、即系好似系美洲咧，即系感谢主啦，开始美洲已经缩咗、减低咗、那个确诊系减低咗。即系本来我睇年头嘅时候系45%，44.几%，咁系缩咗。但系佢哋净系得15%人口，系。所以咧，即系换之咧，佢哋系佢哋感染咧就系最高咧就系欧洲，系。佢10%人口咧就好 consistent even now， 即系45%嘅时候咧，佢仍然系高，即系好似三倍。咁啊，比起嚟咧，非洲同埋亚洲咧就好似好低。系低过佢哋嘅人口嘅平均数，咁咧即系一换之呢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是、呢、這个病咧就系、是、好似系从此历史嚟讲咧就未有试过嘅，就系佢哋 document 得好好，有很多嘅 database 啊，即系咧系数到啊每个国家嗰啲情况，咁所以咧我哋睇到這件事呢样嘢咧就觉得哇，点解咧？点解呢啲嘢系好似科学唔能够解释嘅？系因为点解属灵嗰啲嘢咧 ，spiritual 啊，或者系 supernatural 啲嘢，你唔能够用科学嚟解释咧？系嘛？系即系佢话猛喺度讲啊，信达尔文啊，或者系信系you know， 即系信系科学啊咁样，咁咧就当呢啲病嘅时候，冇办法解释，唔知点解。即系你譬如好似非洲咁啊，非洲咧就最少药苗咧就系因为欧美咧佢哋都 hold back 啲药苗，佢哋储好多两三佢哋自己嘅人口，咁、但系咧佢哋就唔系几想 share。佢话咧，譬如好似 even 日本咧就系、是、都好亲欧美咯。咁啊日本咧佢哋最近听到咧，我听到啲台湾新闻讲，佢话日本咧要等到9月至有啊，因为点解咧？佢話等到9月嘅時候咧，即係美洲啊用曬啊美國用曬，佢哋個個都打曬針啦。咁咧，然之後有剩嘅時候咧，當然有剩，因為佢個個儲咗三倍佢哋人口啲針。咁啊，所以咧 ，anyway，
咁啊，呢样嘢当然你唔怪得佢啊，佢即系想话自己帮自己屋企先啦，即系咁讲。但系、anyway， 讲翻非洲，非洲咧就最少人打针，系，但系咧佢就最少人病。哦，就系、是、咁，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唔能够用科学嚟解释。亚洲都唔错、但系咧，即系换之咧，嗰啲宗教国家咧，即系欧美咧，就系、是、大部分系。你明啦，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嗯，然后即系嗰啲大大细细嗰啲教，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而家我仍然相信，就系所有信耶稣嘅，唔理系咩教嘅，都有信耶稣嘅，佢哋都上天堂，系上天堂，但系佢又可能唔能够系长寿，因为点解佢哋？因为佢哋唔信，佢哋信啊神父、牧师啊嗰啲咧。好多啲教咧就话，叫信自然啦，自然啦咁讲，即系佢哋唔系信耶稣咧，就系、是、系祝福佢哋，俾佢哋系有超自然嘅祝福。咁就呢个系一个论尽，因为点解咧？宗派如果佢哋嘅宗派咧，佢哋教嗰啲嘢唔系话哦，耶稣真系神嘅儿子咧，佢系可以 supernatural 超自然咁嚟祝福你。咁、我呢度就继续讲啦，就系、是、利未，正话讲西面啦，咁利未咧，西面同利未咧就系得意咯。咁啊，点得意咧？西面同埋利未咧，利未咧就系、是、祭司，佢正话讲西面咧就代表律法，系利未咧就代表祭司，即系嗰啲宗教领袖。系，其实西面同埋利未都系宗教领袖。一个是教用经文嚟领袖，一个咧就系做即系好似啊，即系做俾人睇嗰啲系祭司嗰啲领袖。咁、okay? 咧就呢、这个咧就喺民数记第二章十二至十三，我请你读中文 ，OK？ 我而家检过去先吓。系民数记第二章十二至十三。系文数记，哦喂，正话我睇系咩章咩字？系第二章十二至十三，我可能打错咗，睇睇先吓。哦，第三章。okay. 好在今日查咗。OK， 十二章同埋十三章，你读。好啊，民数记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看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山的利未人要归我。十三章十三节，第三章第十三节，因为凡投山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山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山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归我，我是耶和华。咁咧就呢度咧就系讲话咧，利未人好特别嘅，利未人点啊特别咧？佢 basic 咧就好似咧就系佢专登攞开咗利未人。佢喺第一章冇數利未人嘅人數，咁、然之後咧攞佢咧就代替咩咧？firstborn。咁咧佢解釋咧就話咧，因為咧喺埃及嘅時候咧，佢殺曬所有啲 firstborn。殺曬邊啲 firstborn 啊？埃及人啲 firstborn， 連埋動物都係。咁但係咧佢冇殺由嗰個希伯來。佢十二支派里面啲人嘅 firstborn 冇死到，咁咧就系代替咗，即系换之咧，佢攞嘅咧就话祭司咧就佢之所以要佢咧就话佢代替咗佢哋系我嘅 firstborn。当然咧，其实我哋而家知道，原来咧呢个意思咧就话耶稣系我哋第一个 firstborn， 因为佢第一个搞掂咗，佢一个人代替晒所有啲利未人。但系咧 ，Amen。At the time 耶稣仲未为佢哋死，我为我哋，即系喺摩西时代咧，咁所以咧，利未人咧就系
就是一个 picture， 就是祭司呢就是有那么责任，就是代替即是好像代替个 first born， 代替应该献给神的给神的，就是 make him look holy 的，就是个 first born。嗯。当埃及人的 first born 被杀的时候呢，圣经呢就用他们说每个家呢就是杀那个一岁的羊羔，是将那些血呢就摆了在个门楣那里，那然后他们就吃那个整个羊羔吃晒。吃晒由头到脚内脏什么都吃晒。咁呢就係、是、用个羊羔嚟代替嚟拯救佢。但係呢因为係旧约嗰个十诫呢耶稣仲未 show up。咁呢所以呢佢就话 ,ok, 利未人呢就暂时用嚟做嗰个 picture。picture。即係话利未人呢就要有呢个负责。係。咁 ,ok, you know, 但係呢就另外一个问题啦。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民数记第八章十八至十九节呢就说利未人有啲样个问题。咁我俾你公文然后我解。是。你可以读啦。是。民数记第八章十八节。我就此揀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第十九节，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礼物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使他们挨近圣所之时，没有瘟疫临到他们中间。OK, 咁所以佢就係话要咗利未人呢就代替所有头生嘅。你讲咗喺单章又讲。咁然之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话喂我要佢哋呢就负责呢係当系一个礼物。就俾呢就係亚伦同埋佢嘅儿子即係嗰啲大祭司。咁呢就做咩呀就係帮以色列人做事。做咩事啊又为以色列人嘅赎罪。哇即係原来即係换之佢主要係用佢哋嚟做宗教嗰啲仆人 o、okay? k 做主嘅仆人 o、okay? k 即係好似家嘅教会啊佢哋嘅领袖咁即係佢话我哋係仆人啊咁啊。所以英文呢就话叫 minister, 即係仆人咁解。Okay? 即係牧师呢其实係仆人 o、okay? k因为是宗教的所谓领袖呢其实就是意识即是好像这个讲呢就是仆人、okay? 即是做那些近会幕那些事。咁呢就使他们埃及圣所之时呢没有瘟疫临到他们中间。使他们的这个字呢就是以色列人。换之呢他们行埋圣所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有瘟疫的。因为点解以色列人系污糟噶嘛？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干净，因为我哋所有世人都系污糟。喺旧约嗰度。所以点解要耶稣嚟系为我哋赎罪？系。OK， 咁所以咧，啱啱已经讲啦，话为以色列人赎罪啊。咁当佢哋埃及圣所嘅时候咧，没有瘟疫临到他们中间，即系话换之咧，如果嗰个时代咧。是什么时候呢有瘟疫的时候呢哪个做错的不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罪但是就是因为呢利未人有做错的。他们的 duty, 即是那个 job duty, 那个 duty 的 statement 呢就说呢你要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等他们呢当他们埃及圣所的时候呢就没有瘟疫。即是换之呢而家有瘟疫，点解？因为咧就系宗教领袖咧做错咗。利未人系代表宗教领，即系嗰啲 servant 啫。
我系佛人，系你明唔明？嗯，咁所以咧，呢个其实讲得好清楚，好多经文有讲嘅，嗯，好多经文有讲，不过我哋旧时唔知，嗯，因为点解？因为佢哋教会嘅佢 focus 咧好多事咧，但系佢 focus 话要嗰啲啊牧人啊，或者牧师啊，或者传道人啊，或者系啊，神父啊，乜啊，主教啊，要即系嗰啲啊，神学教授啊，嗰啲咁啊，佢哋就指证话，诶，嗰啲人系有罪。咁咧，但系佢哋嘅 focus 唔系讲耶稣赎罪，而佢哋 focus 咧就话，诶，你好多罪，你好多罪，你要悔改。你如果唔悔改咧，就你仍然有好多罪。嗯，多数教会啊咁，咁啊，正唔系净系天主教、基督教，当然回教啊，咩教？所有宗教都是咁啊，点知咧就系、是、因为咁咧，更加多瘟疫，系咪得？即系换之啊，瘟疫临到佢哋中间咧，原因就系因为咩？利未人，嗯，利未人咧有啲嘢做得唔啱，佢哋冇搞掂咗以色列人赎罪呢件事，系，明唔明啊？系 ，OK， 喺民数记系咁讲。即是换之 under 个 Ten Commandment 咧 ，under 嗰个旧约嘅 Old Covenant 咧，就系咁啦。嗯，因为佢哋唔清楚，唔明白咧，系主为佢哋赎罪。嗯，系啊，嗰只羔羊咧系主自己嘅 picture。嗯，佢哋赎罪，即系换之咧，主系爱佢哋 so much， 俾佢哋咧就系喺即系以前咧就用嗰啲 picture。嗯，就是用那些牛啊羊来赎罪，嗯，就是代表了主的赎罪，嗯，但是呢，因为他们利未人呢，就是原来 you know, 就是他的心态呢，就是宗教，不是信主，嗯，你明白我说，嗯，所以呢，就瘟疫呢，就临到他们以色列人中间 many times， 嗯，啊，真是论尽，But 我们多谢耶稣。所以咧，嗯，我哋啱啱咧就係睇到佢話利未咧，我就用個 title 咧，就利未人咧，就係，是，一個 offering 咧，嗯，to prevent plague。咁咧點咧？即係話要佢哋咧就喺主面前係侍奉，但係咧佢哋嘅責任咧就係話咧防止個瘟疫。咁咧即係話換之咧，好似而家咁咧，就點解個世界咧就好似好多瘟疫咁？咁啊就換之呢個瘟疫咧，就係因為。嗯，教领袖不是讲耶稣，他们就是讲什么呢？讲罪，要人悔改，要人悔改，但没有人能够悔改的。嗯，没人能够靠自己可以上天堂。嗯，你不能够说sorry, 这样之后呢，哦，你上天堂。嗱，这个呢就是正话我们看了，就是那个是，就是台湾报纸的，就是 kind of outdated, 但是都仍然是有个代表性在这里。这个呢就是最新的5月13号，即是今日。嗯。5月13号今日。咁呢就然之后呢，这个呢就是 John Hopkins 的，我们搜过很多次的。咁呢就是说这个死亡率。嗯。啊，咁呢就是讲头30名。现在呢就好像讲 Hungary, Italy, 巴西 ,Peru,波兰。美国，墨西哥，法国，哥伦比亚，阿根廷，乌克兰，德国，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印度而家升高啦，即系其实都唔系渐渐啦，即系好大件事，因为印度系特别系大国家，印尼，菲律宾，尼泊尔都升级啦。嗯，尼泊尔在印度隔离，巴基，即是印度啲邻舍咧都喺个南亚洲嗰个区咧，就好多都升咗嗰头三十名。嗯，即系咧呢个系十万人中咧有几多人死，咁啊即系呢个系咁咧就呢个咧就系睇咧就话有几多人原来即系佢感染咗之后咧，有几多人死？嗯，系带头嘅就系墨西哥、匈牙利、秘鲁。即系你睇到一样嘢就系
呢啲全部都系宗教国家，唔系净系讲印度教、俄会教，啊，唔系净系讲佢哋，而系咧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有份，俄罗斯啊、啊乌克兰啊嗰啲系东正教，啊德国咧就系、是、一半天主教、一半基督教，啊you know，印尼啊、伊朗啊嗰啲系第二啲教 ，OK， 咁啦就系菲律宾咧就系、是、唯一嘅 quote 啊 Christian country 咧就喺原来亚洲，但系佢哋都头三十年，即系好怪嘅，即系咧就系话咩咧？佢哋当佢哋系话信啊要守十戒咧，佢哋多人死。佢哋高举十戒，因为我哋都查过，即系我哋当然希望，即系主亦都希望佢哋唔系咁做。当佢哋，但系佢哋咧就守旧约嘅时候咧，就somehow 咧佢哋系 get more curse。因为圣经新约旧约都讲，你守旧约嘅时候咧，守个 old covenant 嘅时候咧，佢哋咧就系、是、啊 also under the curse of 嗰个 old covenant。所以呢啲系真系好奇。嗱、啊、呢度咧就系 show 系啊 case fatality 咧，就话几多人系啊冇死。我几多人就复原要卡入嚟。因为差唔多新加坡咧就最多人复原，差唔多全部复原晒。所以佢 case fatality 咧就系 0.1%。新加坡。另外有些国家都有类似的 number， 但是呢那些是很偏僻的地方，即是很少人住的。不是好像新加坡那样，新加坡呢是一个很密集的城市，好像香港啊，好像台北那样西贡那样，即是很密集的。即好像三藩市或者 New York 那样。那所以呢它是 0.1% 的时候 ,that means 是神迹。是吧那就这个呢就是即是好难解释，好难解释。即是你比如好似看这里头五十名或者头三十名的全部是最多是病，这个是讲死不是只是病。咁呢就是全部呢就是他们的宗派或者他们的宗教的传统呢就是有十戒在里面有天命。OK?咁咧就系咪净系呢个 level， 我哋都其实都知啦，因为我哋咧有讲过喺美洲嘅嗰度咧，美洲呢个美洲咧就我美国咧头嗰啲州咧全部都系 Bible Belt，Bible Belt State， 即系话佢讲俾人听，我哋好虔诚，好虔诚，我哋守十戒嘅，我哋摆嗰啲十戒咧就喺个法院嘅门口，即系咧。即系等佢哋即系讲俾人听，佢好 power 嘅 fact 咧，佢哋就系咁虔诚嘅人。系咁但系嗰啲州咧就唔知点解就多啲人死。呢、這个加埋咧就系喺东岸，东岸咧就系因为咧好多嗰啲好虔诚嘅犹太人，即系佢哋戴黑帽啊，着黑褛啊，着黑皮鞋啊，咁咧即系主其实好爱佢哋，好想救佢哋，但系咧佢哋。意思咧就话佢哋原来即系有好多啲咁嘅人咧，佢哋咧就系、是、宁愿系读佢哋嘅圣书，就唔肯读圣经。我讲即系咧就系话佢啱啱讲咧就系、是、Nick Bama 嗰度，佢哋就系死咗五十个人，即系好惨嘅，即系劫死咁样，即系呢个系好 tragic 嘅事件。即系呢个唔系喺主嗰度嚟，而系撒旦嗰度嚟。因为撒旦系个世界嘅领袖，咁所以咧，点解咧世界咁多嗰啲即系邪恶嘅事啊，咁多罪啊，咁多咩咧？咁咧你就睇到啊，即系当佢哋守十戒嘅时候，守旧律法嘅时候咧，撒旦系机咧就可以 hurt 佢哋。系，多谢。嗱，咁咧就系、是、呢度咧就讲咧呢个又呢、这个咧就系佢哋犹太人嗰个五旬节，
佢五旬節咧就係話 celebrating the giving of the Torah， 即係話喺五旬節嗰一日咧，佢哋咧就係、是、啊摩西咧就帶咗個啊十戒咧落山。係，其實嗰一日咧就 I don't know why 佢哋 celebrate， 因為咧嗰一日咧佢哋有三千人死。嗯，啊三千人死，但係咧嗰一日咧 the same time 個 Shavuot 嗰日咧就係其實我哋。啊，圣新约嘅圣经嗰个五旬节，嗰日咧就同一日喺新约嗰度咧，又有三千人信咗耶稣。嗯，又系《使徒行传》第二章嗰度发生嘅事。咁啊，所以咧喺旧约咧就系、是、死嘅。嗯，律法一临到佢哋身上咧，佢哋就死。嗯，啊，早啲死或者系有人死。嗯，总之有啲嘢唔好嘅。啊、所以咧，新約聖經喺保羅嗰度咧就話：啊，十戒咧就係、是、叫 ministry of death。係。啊，咁咧就這個呢個咧係啊 bad thing， 但係咧係過信主耶穌嘅，我哋而家咧就係、是、過五旬節咧，就係、是、嗰一日咧就是、聖靈降臨。嗯。啊，即係佢用個名唔同啦 ，Shavuot。但係咧、嗯，其實咧就係、是、我哋咧就話 Pentecost， 就係五十日，即係離開。主復活嗰嗰個新地咧，就五十日，所以咧係 also 係新地。嗯，啊點解咧？四廿九咧就係、是、七個星期，再加一日咧就係、是、新地。嗯，多謝耶穌，感謝主。係，我講你聽，即係嗰啲嘢啊，原來即係你當你啊主啊聖靈係開我哋嘅眼嘅時候，我哋睇到，哇！真係主真係好勁，原來我哋嘅主咧。嗯是每日保守咧，就是因为佢系有真有活嘅主啊！我当然我哋希望啊，其他人都信耶稣啊。咁啊，所以咧啊，诶，譬如好似啊 ，Pentecost 咧，佢哋啊，根据咧就系、是、西方嘅 church 咧，佢哋咧就系2021年咧就系、是、下个星期5月23号就系下个星期日。嗯。但系咧，如果你跟足嘅就跟，因为 Pentecost 就根本就系犹太人嘅 Shavuot， 咁咧就呢个咧。就是啊，就是咩咧？就是呢个星期日，嗯，呢个星期日，咁啊，即系换之，佢歪咗今年系歪咗一个星期，嗯、个个星期啊，个年年唔同嘅，因为佢哋啊西历嘅叫做天主教、基督教，佢哋自己啊自己原来或者唔明，或者系原来撒旦专登整蛊，就系咩咧？即系用咗系啊。啊，陽曆，嗯，用咗陽曆嘅時候，咁啊 ，obviously 冇辦法係 totally match， 即係 is become a approximate， 嗯，即係大家類似，就係、是、好近，但係咧就 is not the same day，、啊、嗯，但係我哋係信耶穌，我係信聖經，所以咧，正嚟講咧，又係猶太人嗰個係魔鬼嚟，但係你要知邊個打邊個，嗯，係，OK。咁咧就啊，要即系我哋正话已经讲咗啦。原来咧，佢哋如果系啊想话冇瘟疫咧，就系、是嗯、就系、是、啊希望嗰啲系啊教会嘅领袖咧，佢哋系做得啱，做得好，系带佢哋望耶稣。但系、嗯、啊好 sad 嘅，系 it's true。原来即系所有啲宗派嘅宗教啊，嗰啲主流嗰啲教会啊，嗰啲大教会啊，乜教会嗰啲，佢哋咧就系净系教会，嗯、就唔系教会。即系唔系望住，好多好多佢嘅 focus， 即、嗯、系 long time。嗯，嗱呢度即系正话中文你已经读过，就有灾殃临到佢身，即系佢，佢、嗯、有灾殃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哋系啊利未人咧，要有个责任，就系嗰啲犹太啊，即系啊教会嘅领袖。嗯，有咧就系有个责任。嗯，咁咧就讲翻啦。咁咧正话讲咗西面同埋利未，西面同埋嗯，咁咧西面同利未咧就系、是、啊，甚至喺啊雅各佢临死之前咧，佢都有呢个所谓祝福，其实唔系祝福，因为闹佢，即系咒诅嚟。嗯，咁啊、嗯、我俾你睇，我然之后俾你读系。系啊，即系话换之咧，系 very special， 即系呢两个族咧，即系咧，其实系一个代表，即系有属灵嘅代表。嗯，
咁咧就屬靈嘅代表咧唔係好，有好多人誤會，即係話哦佢十二支派一定好啦咁個。Come on， 你要睇聖經個經文就點講。啊，呢度咧就係、是、你讀啊，就係、是、由第四十九章五節開始，然之後咧讀到係第七節。係，創世記四十九章第五節到第七節。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在路中杀害人命，为取落他们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OK， 好，咁呢度呢睇得好清楚啦。Even though 呢个 title 叫做 Jacob blesses his sons， 呢个其实全部係预言嚟。係。即係呢个唔係呢啲唔係 blessing 嘅 ，OK 嗱啲嗱呢個好明顯呢個 title 咧就係嗰啲教會領袖啊嗰啲 so called Bible scholar 寫，但係呢度講得好明顯，根本西面同埋利未冇得到神嘅祝福，因為點解啊？即係換之啊，喺舊約嘅經文喺摩西五經裏面咧。就是讲话咧，西面同埋利未咧，唔系好嘅代表嚟。即系换之宗教领袖咧，尤其是佢哋咧，唔系望主，而系咧佢哋，即系教好多其他啲嘢，用啊嗰啲啊所谓圣书啊，或者佢哋宗派佢哋好兴啊，用嗰啲啊某某嗰啲名人啊、伟人啊、嗰啲圣人啊写嗰啲书。咁咧就唔系带佢哋望耶稣，而系咧佢哋带佢哋咧就望其他啲伟人。即系咧呢个唔客气讲，所有啲宗派都有啲问题。当佢哋唔系望耶稣嘅，佢哋个心，佢心眼咧就系、是、变咗咧，就系、是、好似呢度咧就讲话教会领袖有呢个好大。我是信主耶稣的人呢就应该呢自己是谦虚呢就不要当了自己是高过其他人的样。我们个个都是样，我们个个都应该望耶稣。当你是主的样的时候呢，你跟主的关系呢就是你仰望主。You know, 即是 The Lord is my shepherd.I shall not want. Right?即係換之我哋係主係我哋嘅牧羊人，唔係話走去話揾某個啊牧師啊神學家啊大教授啊，有好多人係咁做嘅 ，sorry，因為咁緣故咧，佢哋咧就然後威咧，當佢哋係行走盲人嘅時候咧，佢哋跟咗啲盲人嘅帶嘅時候，佢哋自己都跌倒。咁但係 anyway， 即係個 whole point， 我哋睇到啦，就係話啊，正話睇到啦，我哋知道啦，經文咧已經講得好透徹嘅。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原來你或者人好多人係拒絕聖靈嗰啲教導，佢哋唔肯受聖靈喺佢哋心裏面嘅教導。所有信主嘅人都有聖靈喺裏面，但係個把聲好細，佢哋寧願聽嗰啲係人嘅講道。即是人嘅即是不是望耶稣的讲道。所以你看到世界尤其是宗教国家，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是用武器啊侵略啊即是说我们是警察，我们管这个管那个。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主我们应该是望主。But anyway，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这样的经历。咁新约有冇啊？有新约。我就请你读啦，就马太福音就头嗰第二章，跟住就廿七章。喂，你读。系
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三到五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三，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OK， 嗱，咁啊，即系你睇到咧，就系耶稣出世嘅时候，耶稣仲未成人，系啊，走出去讲道。出世嘅时候咧，就系边啲人系帮希律王？就祭司长和文士，祭司长和文士，然之后后来咧，主耶稣钉十字架，中间一路路都系祭司长同文士同耶稣斗法，一路系challenge佢，即系话，诶，你讲啲嘢假嘅，你系假先知，你系你呢边系神嘅儿子啊，啊，你话你系神啊，哦，攞只球钉佢，即系换之，差唔多个个回合咧都系宗教领袖同耶稣作对。而家都唔例外，而家都唔例外，因为点解咧？逢亲系做宗教领袖嘅，即系话系神学院出嚟嘅，或者系佢哋系啊话，诶、哎、啊神学院教晒啲嘢啦，如果你唔信我咧，啊你唔准入呢个宗派，啊啲或者系啊你啲浸啊浸得唔齐全，或者系啊你啊嗰啲教导啊唔系几啱，所以咧你冇资格去。是啊，你我哋个宗派嗰度教人，即系有，又系好多啲诶领袖系咁讲，佢又话，如果你唔系神学院毕业嘅，你冇资格，吓、啊，咁、即系换之咧，佢哋我哋睇到咧就系话咧，佢哋系诶一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就话，佢哋系啊，如果唔系经过佢哋批准咧，佢哋。啊，即系好似佢哋系对耶稣都系咁嘅态度，甚至咧要耶稣系 B B 嘅时候咧，已经嗰个撒旦咧已经系用嗰班祭司长同埋文士咧要害耶稣。因为呢个好 supernatural， 好 strange 嘅 phenomenon， 即系你唔能够解释话点解佢哋会咁做，但系咧、it is you know in the Bible。咁所以咧就系、是、你睇到一样嘢就话咩咧？喺旧约嘅圣经咧，喺十诫之下咧，佢哋咧就系、是、靠咩？佢哋就靠嗰、那个啊，用嗰个就系用十诫。咁咧，所以咧佢哋嘅喺心里面咧冇办法 overcome 佢哋嘅咩？佢哋唔系靠圣灵，系喺旧约嗰度冇，佢哋冇圣灵。有时即系圣灵系临喺佢哋嗰度系做主嘅工。但系咧就 only a four short time， 系啊，咁咧啊喺旧约咧就系呢边啦，咁咧就耶稣讲咧就话咧，施洗约翰咧就系旧约嘅最大嘅先知，因为大过摩西啦，即系，但系犹太好多都系信摩西 only， 但系无论点，就算系约翰，约施洗约翰咧系even 都佢系新约圣经里面嘅人物，佢又识耶稣嘅。但佢仍然是舊約嘅先知，因為點解咧？耶穌喺佢在生嘅時候咧，佢係耶穌未為佢死，未有贖罪，所以咧佢仍然係喺佢嘅 mind 裏面仍然係守舊約、守律法。施洗約翰係守律法嘅，所以係舊約嘅先知。OK， 咁咧就 anyway 但係咧耶穌咧就話咧喺新嘅。Kingdom 喺个 New Kingdom 里面最细嗰个咧都大过施洗约翰，点解？因为耶稣系佢钉十字架之后，佢就成立咗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系 ，Amen。啊，开咗个门就俾我哋咧，就系、
所有信主的人呢就做神的儿女，做了神的儿女之后，换成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有份。所以我们最小的那个都大过约，施洗约。是。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耶稣是唯一的至宝。嗯。那就旧约呢就是 King Saul。嗯。新约呢就是 King David。嗯。那这样又很妙，因为 King David 和 King Saul 其实都是旧约的人物，还有就是他们的两个 Kingdom。但 King Saul 的 Kingdom 呢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间。Saul 这个字呢原文呢个 same spelling as 阴间 ,the underworld. 哦 ,Sheol 呢就是 same spelling as Saul. 是。但是大卫不是啦，大卫呢 even though 他 also 是旧约的。那就主呢就说大卫呢就是个永远的王朝。个永远王朝呢其实是讲耶稣。嗯。The key of David, the kingdom.咁所以咧，耶稣咧喺圣经嘅最尾嗰一章咧，就提咧，佢话我系咩咧？我系 the root and the you know fruit of David。嗯， yeah， 就系佢又系根又系果。嗯，系，嗯。咁咧，所以旧约咧就咩咧？就系十诫。嗯，旧约十诫，十诫咧唔够得人。嗰啲人系守十诫嘅，或者守律法嘅，你哋睇到而家 COVID-19 咧，就系有呢个问题。嗯，佢哋系想话要几十年啊，或者几两千年咧，就喺度 focus on 守律法。嗯，佢哋话信耶稣好多，嗯，但系佢哋。是口讲，但是他的心呢就是望旧约。嗯。咁、啊、呢就是主呢就唔系啦。主呢就话我 fulfill 晒所有的律法。嗯。Salvation 呢就是 come from the fact 呢你信主、嗯、fulfill 你的律法的时候所有的律法你超过。嗯。咪话你守到。嗯。主呢就每日向你洗净。是 ,Amen。啊、就是主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所以旧约呢、嗯、是因为在个 Old Covenant 里面 ,under 个律法呢就是有 curse。是。那么呢就是新约呢就不同了，因为呢主呢就是我们的 blessing。嗯。啊、我们就望主。啊、Amen。多谢耶稣。多谢耶稣。Yeah. 好。那么呢就我们就看到呢就是主真系奇妙，系爱我哋 so much。啊，我哋睇下仲有咩我哋需要讲。嗱、嗯，咁啊，我想讲下啦。你譬如好似啊，你都知，我又知啦。就系、是嗯、我哋讲过咧，就系话咧，啊，系啊，就话嗰啲啊，有好多事佢哋系啊 ，even 喺。啊，正话提过咧，啲州咧，佢哋系 focus on 律法嗰啲咧，嗯，佢哋咧就 seems like they have more curse，okay， so to speak，嗯、即系譬如好似系 lowers 嘅 life expectancy by stay 啊，即系我哋再搵一搵，咁、嗯、咧就系、是、啊，系、嗯、啊，咁咧就好得意啊，2018年咧。最长寿的州呢、嗯、50个州最长寿就是夏威夷。嗯。因为下个是加州。嗯。啊咁我点解话得意呢，因为呢 ,obviously 呢夏威夷同埋加州呢就是最少是提倡是十诫。嗯。因为点解呢，即是夏威夷同加州呢就有好多嗰啲唔系基督教，唔系天主教，唔系回教，唔系东正教，唔系啊犹太教，嗯，啊犹太，夏威夷应该有好多系亚洲人，甚至有好多日本啊中国人，嗯，即系系魔，跟住有好多亚洲人，咁、嗯、所以咧、嗯，但系反而佢哋 life expectancy 系高少少，高又唔系高好多，但系高少少，你明我讲？
咁啊，加利福尼亚就升升，佢好多啲宗教嘅 state 咧，好多 Bible Belt state 嗰啲传道人咧，佢哋好中意话加州咧诶会沉咗落海，因为佢话因为加州好多人犯罪，即系好似佢哋冇犯罪咁。嗯。但系 anyway， 我即系我唔系笑佢哋，我即系我知道主都系爱其他所有啲州，都系想拯救啊、祝福啊咁样。但系咧，that's a sad thing。咁咧就咩咧？如果你睇个 life expectancy 咧，呢个系2018-19年，咁咧就系、是啲全部就系 Bible Belt State。West Virginia、Mississippi、Alabama、Kentucky、Tennessee、Oklahoma、Arkansas。啊，佢哋咧。我哋知啊，譬如好似佢哋好中意摆嗰个十戒咧喺佢哋个capital 嗰度，系摆喺门口嗰度，即系咧等人咧觉得佢哋系系 more devoted， 系 more 敬虔，系啊，佢哋好中意拜天上嘅神啊，即系之类，但系即系 obviously 当佢哋守十戒嘅时候咧，佢哋系唔系好合啊。主喺新約嘅聖經，咁啊呢個一個啦，就係另外一個咧就係Murder Weight by Stay， Murder Ray 咧又係即係唔計嘅頭嗰兩個先啦，即係都係全部都係就係嗰啲Bible Belt State， 佢哋好多係譬如好似好多係 Southern Baptist 啊，Presbyterian 啊 ，Lutheran 啊咁，Louisiana、Mississippi、Arkansas、Missouri 呢啲全部都係。原來 Bible Belt State， 原來即係佢哋好中意喺新聞嗰度講話，佢哋一定要 Wolf 上有十戒喺佢學校，喺佢哋嘅 church， 佢哋嘅即係講話，即係其他人咧就冇咁聖潔，喺佢哋守十戒啲人聖潔。我哋知道其實冇個人聖潔，我哋如果係望耶穌嘅時候咧，就主會 take care， 亦都保守我哋喺上嗰啲佢 rule of the world。可惜的就是他们他的 focus 上是望什么呢？望那个是要靠自己，要自己的敬虔，要靠即是十戒，要自己守得好。所以呢，即是我譬如好像我看的就是很多那些这里是 Killer Tornado。咁咧，即系我随便咁样睇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全部啲 tornado belt。我而家讲唔系话净系讲话嗰啲有几多 tornado， 即系呢度都系 also the same way， 但系咧also系 killer 个 tornado， 即系意思系有啲人死嘅，或者唔系好多。但系咧就逢亲嗰啲咧就全部咧就系 Alabama、Iowa、Illinois。Louisiana， Missouri、North Carolina、Pennsylvania、Tennessee， 呢啲全部就係個 Bible Belt。哇 ，Tennessee 34個，即係換之呢個係 fatality。哦，呢個 fatality， 即係有34個人死。係 Texas 有4個，即係換之係好多係喺嗰啲區嗰度。咁我知啊，有好多人解釋咧，就話呢啲係因為科學嘅現象，即係咧天氣啲人冇人能夠嘅。我就係想講聖經係有提到，即係話咧，當佢哋守十戒嘅時候咧，佢哋係論盡啲。OK， 係。So 呢度咧，我就有啲兩字經文就係《生命記》，咁你可以。直读都得啦，咁咧，你好啊，系《生命记》第12:17-18，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投身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第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拣选的地方，你和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Amen。OK。嗱，呢度我点解系特别拣呢两节经文咧？就系话咧，喺旧约嗰度咧，佢限住咧，就系要祭献咧，就喺边度咧？就喺耶路撒冷，喺个圣殿嗰度。嗯。哦 ，wherever 嗰个会幕个 tabernacle 喺边度，佢就只能够喺嗰度系献祭同埋食。嗯。食嗰啲系献祭啲嘢。嗯。明唔明？呢个系旧约。是为新药，即是说换之，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新药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就是圣灵的殿。嗯。那所以呢，耶稣呢就一路是跟我们一起。嗯。所以呢，我们说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吃呢，就是其实最好的就是在屋企。是、啊。所以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他们日日呢就圣餐。嗯。所以呢，他们就特别多祝福，特别多神迹奇事。嗯。啊，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五谷和新酒呢，嗯。The grain and wine, 这个不是说即是中国人就中文就译了五谷，其实就是grain and wine, 即是说找来做面包的谷种和、酒呢，就是要用即是圣餐，即是这两样加埋圣餐。即是换之 grain, wine and oil 呢，这个话神一呢、就是讲话是有啲啲揾嚟系献俾神嘅，系啊，咁咧佢话咧你要点做啊？嗰阵时咧就话唔能够喺自己度食，因为佢哋需要祭司，嗯，啊祭司帮佢搞掂啦，然之后佢就祭司分翻一橛俾翻你，嗯，猪肉咁样啫，中国人就分猪肉，佢哋就分翻啲啊，佢哋嗰啲祭物啊，我即某啲咁样。定咗啦，咁然之后分翻啲俾你食，但系你唔能够喺自己醒嗰度食，就要喺主面前食。主面前咧，嗰阵时咧就系、是、个啊，然后即系嗰个啊 temple 个圣殿。嗯，因为系个祭礼就喺嗰度成就。Amen。但系而家唔同啊嘛，而家点解唔同啊？因为我哋而家圣殿根本唔再存在，唔系唔存在啊，而系喺。我哋所有信耶稣嘅弟兄姊妹嘅身体就系圣灵嘅殿。嗯 ，Amen。所以我哋而家圣餐唔需要话哦，要拣定话哦，要去耶路撒冷至准啊，其他地方唔需要咁啊，或者话哦，你要喺教会做啊，嗯，根本就唔啱。嗯，因为我哋系同我哋喺圣灵就系耶和华嘅。神的面前吃呢，因为现在耶和华就是拣选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呢就和那些家人是喜欢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但是就是你就是在神在主面前吃一点坐席。Amen。就是你会得到的就是、耶和华你神的欢乐。Amen。是啊 ，what time and place 咧就是 with the law，not with no longer with 嗰、那个啊摩西五经，系十诫按律法，系啊。当你系咁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哇，你系几咁大喜乐，因为主咧就喺你中间，喺你隔篱，喺你心里面。我哋食主嘅肉，饮主嘅血咧。是啊，同主一起坐席。Amen。是啊，直到永远。Amen。Amen。Amen。OK。是。好唔好啊？ Yeah, 多好，是。是。我哋咧就睇一段嘅video， 就系呢个嚟咧，我哋嘅 focus 咧就系按主为我哋嘅。
献祭，主咧为我哋受苦难，好大难，系攞晒我哋嘅罪，攞晒我哋嘅咒诅，攞晒我哋嘅痛苦，系就系主同我哋一齐受。所以我哋一阵睇完个 video 嘅时候咧，我哋就一齐圣餐。OK， 系 ，yeah， 嗯。OK， 我哋嘅一齐领受啊，主呢个身体。Hello， 系开始系。Yeah， 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感谢主。我哋真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一路你为我哋预备，系啊，你为我哋要承受一切啲审判同埋苦难。主啊，我哋唔系靠人，好多时我哋以前系望人，但系只系而家我哋知道系你我哋。我哋嘅救主，你为我哋系献上一切嘅祭礼，系所有啲过去啲羊牛羊嗰啲血系冇用，
但系只不过系代表主啊，你自己为我哋成就，为世界嘅罪，你系摆上受好大嘅痛苦。但系多谢你，因为咧 ，you are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 and crushed for our iniquity, and by your stripes, by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多谢耶稣，我哋感谢你，我哋就系靠住咧你嘅身体，系为我哋破碎，我哋纪念你嘅死咧，又俾我哋有永远嘅生命。是有丰富的生命，是有给我们拜要 strike 的血，让我们病是得医治。多谢主，我们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thank you, Jesus. Amen. Amen. 感谢主。主耶稣啊，我们多谢这个杯，这个杯是你，你为我们洒的血，这份是有一滴的，都是已经行。但主啊，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哋流嘅血同埋水，系啊，你就系灌溉，系啊，俾我哋教会成长，系但系俾我哋系有主嘅公义，你嘅公义系嚟自我哋而家系有主嘅公义 ，I'm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Christ。因为咁，如果我哋每日系平平安安，我哋系可以为弟兄姊妹朋友嚟祈祷。为我哋亲人祷告，我哋交俾你，系啊 ，the prayer of righteous 系 avail much 系有效，就因为你主你嘅名，多谢你耶稣，我哋感谢呢个杯，阿门，阿门 ，praise the Lord，amen。主啊，真系多谢你，你俾我哋系差唔多系多过一年日子，系又俾我哋去查经，系又想你嘅好处，你又俾圣灵开我哋。俾我哋去聽到、睇到，係啊，甚至我哋個心係轉回，係啊，係就係望你，係望多啲你，我哋就主嘅祝福嚟感謝，多謝耶穌，阿門，阿門，感謝主，阿門。Yes， 我哋而家就 anyway 都做結束禱告，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嗯，係結束禱告。耶穌啊，真係感謝你，真係感謝你今晚嘅查經，我哋知道我哋唔係靠嗰啲教會領袖。又都唔係靠地上嗰啲宗派啊、宗教教會或嗰啲啊地上嗰啲教義啊，我哋係望你，因為完全你就係我哋嘅生命，我哋跟隨你，我哋望你，係你係我哋嘅牧羊人，我哋係你嘅羔羊，我哋感謝你，我讚美你主，就交俾你喺嚟緊嘅日子，主啊，你祝福阿 Edward 同埋佢家人，保守佢哋啊 ，heal 佢哋，俾佢哋平安健康。俾佢个个望耶稣，俾佢哋系无论喺边个地方，哎呀喺香港啊，或者系喺湾区啊，啊或者喺第二个州嘅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them and heal them, and 俾佢哋 protection, provisions and providence and shalom peace。主啊，我哋亦都系呢个时候，我哋记唔到系所有上 YouTube 嚟睇我。查经的 in the name of Jesus, I'm praying for blessing on everyone, everyone that here at the sound of my voice, with blessing, healing, protections, provisions, and joy and peace. 是啊，俾佢哋同埋佢家人都系得到祝福。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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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又系 another week. 系，多谢 David。诶，多谢主耶稣，系感谢主。嗯 ，OK。